就是这个虾子的牌子，日本的虾子的片子，他陪伴我是十几年，没有很久了，是十多年而已的。这是留着一份感情，不舍不得把它换掉，把它丢掉，啊，一直用下去啊！我想这个箱子要用到我不会皱为止啊，还好了。那个时代没有工厂，没有工业区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靠做工啊、务农啊维持生活。还是那个木造的，上面是瓦的那个房子。就钉那个钢筋，钉到那个梁子上面，挂了三台的车子哦，就这样子做了。那三台车十条轮胎就要这样子工作啊？破掉的那胎不要了，哦，把它剪破，剪破然后呢，去把那个锯片呢，去把它刮，上面一层污垢，你知道吗？那把它刮掉，刮干净就要弄这个胶水。这个铁罐装的胶水，啊，不是像现在的这么方便了。我来这边也是上了30年，我那么早，他也那么早，他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老板。我随时动我一双手，我就可以替你服务。你不是感觉说这个老板、这个师傅不错吗？哈。从他爸爸以前读小学的时候就在这边买车子，到现在孙子都来了。他的技术呢，没人可以比。汽车有摩托车占据了我们的市场，那我们有了这个休闲的这种的人出来，又补回来了。啊，我们的生意就是这样补来补去的，可以生存得下，就是有这些条件。